他还有盛世独秀的个人魅力，他简直就是明日之子啊。那我大概知道是谁了，各位朋友马上我们一起共同揭晓2017年腾讯视频 MTV 亚洲金曲大赏海外最受欢迎歌手奖是谁，请看大屏幕。2017腾讯视频 MTV 亚洲金曲大赏海外最受欢迎歌手，我的寂寞，从享誉盛名的歌坛冠军到荣耀舞台的进口小哥哥，他虏获万千观众芳心，从隐耀不彰的天籁唱将到让人折服的音乐使者，他用纯粹书写成长传记。海外最受欢迎歌手迪玛希，恭喜迪玛希，有请迪玛希上台，欢迎 Please come on stage。他横空出世，闪耀中国音乐舞台，凭借极致高音、绝妙唱腔，聚集了超高人气，引发无数歌迷陷入他的歌唱魔力。恭喜迪玛希！哇，先跟大家敬个礼。请他发表获奖感言。大家好，非常感谢腾讯视频 MTV and Pepsi。 I love you, why you name my dreams. Wow. I think not only me winner, we winner.It's present for you, my dears. I love you. 非常感谢腾讯视频、MTV 和百事可乐。然后我的 dear 非常爱你们，这个不光是属于我个人的奖项，也属于你们。Assalamu alaikum, hurmetli universitet kavim. Barchangizga ulken ulken rahmet bildirim kelet. Barcha Qazaq elining atinan osinov Aziya memleketleri arasinda o'tib jatgan iri jobada boy ko'rsatuvga.非常感谢每一位热爱艺术和热爱音乐的朋友们，我在此以代表哈萨克的名义向各位致以真诚的感谢。直播间的主持人呢，今天的 hold up 你们之间 ，Budget Land 公司呢，你先不说啊，今天的我是公司的巴沙，我们的客人呢，你们的客人，撒布隆泽。再次非常感谢主办方以及我的团队黑金经济，包括聂新远先生，谢谢各位。Wait a moment， 谢谢迪玛希留步。来来来，既然又再次遇到了，有请进口小哥哥，我们要跟他多聊两句哈。翻译老师，你帮我们问问他，因为我们都常来广州，他也来过吧？哦，能说两句粤语吗？哇哦！有没有来过广州之前？好，我们把雨衣先脱一下哈。什么雨衣啊？时尚。热了，热了。来，你个是啥时间在刚开始做的？哦，有秘密。你个是啥时间在刚开始做的？是的呢。嗯，他说，还是脱下来会比较方便一点。是，好。我在这训练了什么？然后粤语不是说特别好。哎呦，想不想听一下迪玛希讲广东话 ？Try。大家好。肖哥，你不要乱叫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不如我们很厉害，他这么会说，不如我们唱一段好了。好，肖哥来教一下。粤语歌有许多的经典，都非常的好听，值得传唱。希望迪玛希也把它学下来。我们来一段那个《真的爱你》的最后一句好了。哇，可以吗 ？Are you OK？OK、okay? okay.。唱真爱，唱真爱，树上。住山山的爱侣 ，What？ 山的爱侣，山的爱侣 ，Yeah yeah oh yeah， 谢谢 ，Yeah， 我爱你 ，Man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谢谢
迪玛希，我要问一下现场观众，天哪天哪，我教他唱歌，我就是叫做自取其辱的自杀行为啊！我们问问真正地道的广州的观众，迪玛希的广东话是不是比焦哥标准？确实，非常感谢。恭喜 ，Thank you， 谢谢迪玛希 ，Thank you， 好，我们再次谢谢迪玛希，恭喜他，谢谢。Good night， 非常感谢，恭喜。我们跟这个进口小哥哥聊完，马上我们要欢迎的是出。